知道有没有刚刚好的。真的是三个店不同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就去过人家家里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进去哈，只有一个走道，两旁摆满东西，连餐桌上也摆一堆，茶几上也摆一堆。对，我是想去坐沙发哈。会不会呀？哈，啊，人家看到裤子大是吧？啊，被水哦，啊，穿白裤子还是白裤？摘吧，你要是不洗的，你才知道你家有多干净。是不是这样？隔壁，隔壁，我窗帘都是紫烟。